件事啦，第一个是历年切到折线，所以如果你假如没做，你自己做过啊。第二个是各区比例图，啊，第三个就是直条图，就是前十名这样子。OK， 反正就是这三个问题，自己试做看看。答案呢，其实云端上有啦。啊，另外如果你现在还跟不上啊，我影片也有，自己再稍微看一下哈。啊，所以呢，其实关联就是这三个栏位啦。那假如说啦，当然因为我们前面都没有用到 VBA。好啊，你是 VBA 部分的话，其实能做到什么样的帮助啦？其实就是只要是重复性的事啊，以后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按钮嘛，按下去啪就 OK 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今天假设啦，我们其实理论上应该要插入三栏，那插入栏我们先不要做，我们假设啦，我先把那个年底下这些资料先删掉，假设这一个不过删掉之前先 Ctrl 一下。我们其实就主要是怎么样，我们做两个按钮好了，一个按钮就是说呢，我可以把这些都清除掉，然后呢再一个按钮就是让它再显示出来，大概是这样啊。 OK， 啊其实这个前面有做过类似的，只是说我们只有做一栏，现在要做三栏的话那怎么做呢？其实一栏跟三栏差不多，程式多两行而已，其他都一样。那首先的话怎么写好了，假设我今天先要写清除，好啊，清除很简单，首先第一个嘛，写 VBA 还记得吧，反正呢固定的 SOP 一开发人员，反正你一定要叫出来了啊，至于你要忘记自己再找一下，这一定要有的。第二个的话呢 Visual Basic， 然后三的话呢把程式写哪里呢，还记得吧，按右键插入模组啊。 OK，反正呢你一定要知道要写哪里啊，你不要随便一个地方看的看起来可以写就写了，不对哈。反正呢你就是在这个空白处按右键，然后只要按右键插入模组，就把程式呢写在模组里面，然后那个程式的名称开头一定是 sub 什么东西。 OK， 所以呢我们就是打开开发人员，对不对哈，然后 Visual Basic 打开，按右键插入那个模组，对不对哈，然后这边就可以写。那我先写第一个程式的话，假设我要写清除，清除比较简单。清除的话呢，实际上就是写一个就是，开头就是 sub， 然后它的名称的话呢就是清除好了 ，OK 哈，清除，啊写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呢记得 Enter 一下，它就会自己产生刮弧跟 end sub， 好有没有？那我要清除哪个范围呢？清除这个范围。这个范围的话呢，我是从第几列呢？第二列有没有啊？到第几列？我不知道了。Ctrl 向下一下，到3642这一列，好有没有？第二列到第364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就先把范围给他一下。范围前面有写过嘛 ？For i 等于第二列空一格到，然后3642嘛，然后 Enter 两下。再打一个 next， 那这个 for 的话呢，它会帮你产生这个清单，就是第二到第3642的清单，然后呢让 i 去变成你要的那个清单位置，所以它第一个是2，第二个是3，以此类推，最后到3642。那我们只要在 for 的下一行按个 tab 键，让它缩排，然后呢跟它讲说我要做什么，我要清除，那我要清除哪一栏呢？这一栏是第一栏嘛，DGH 啦。我们先清掉的是第一栏的话呢，之前有写过类似的，有没有 ？Sales 就储存格，哪个储存格呢？第 I 列的第一栏。那实际上它就会帮我先清掉是怎么？第二嘛，再来第三，你后面清除就是两个双引号就 OK 了。两个双引号意思是说，帮我把里面的资料清空吧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如果你执行，它会执行这一行的清，这个范围哦。可是如果你这个也要清掉的话，那其实蛮简单的，只要在下面一行把这一行复制，贴到底下，然后改成叫什么呢？对。他就会先清 D2 嘛，然后再去清 G2， 再去清 H2 的话呢再写一样嘛，所以把这个地方呢把它清除一下，
这就 H2 了，清除就写完了，当然了，你现在先不要执行，因为一执行，因为我们还需要这个公式，所以先不要把它清掉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就把这个公式再复制一下，然后呢，我就在这边呢，贴上之后的话呢，把这个清除的名称改一下，因为其实我们下一个是要放那个公式进去，那上面那个是清除，所以呢，我们给一个名称好了，这个名称的话，也许就是给那个什么输入好了，也许我们先打一个名称好了，也许就输入好了 ，OK 哈，一个是清除，一个输入哈，那输入跟清除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上面是给空的，下面是给公式，那公式放进来的方式哈，还记得吧哈？其实我之前有讲过，把这个公式复制呢贴过来就可以了。记得哦，包含等号哦，你不要自己看到这边有等号，你就把这样的同学就把等号拿掉，不用了哈。那可是贴上之后会有个问题，把这个、哦、有没有游标放这边啊？把公式复制啊，记得复制完之后记得取消，不然你切不过去哦。记得取消哦，复制完取消，然后再切 Visual Basic。然后把公式贴上，但是贴上之后呢，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它这边的 C2 永远都是 C2， 不对啊，我应该下一个应该变多少？变 C3 嘛，下一个变 C4 嘛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就要把这个2怎么样呢？改成 I 的变数，直接把 I 放进去啊，还记得吧？如果你实在是不太理，你就背那个口诀，还记得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，and 两个再移到中间，加一个 i 就可以了。然后把 i 前后就是 and 前后加空白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 ，D OK 了，然后再换这一个。D 跟 G 比较简单，最难的是 H， 因为 H 公式太长了啦。OK 哈，那把它贴过来，那一样嘛哈。这个一定，那你假设说你不知道说到底要改哪一个，你就点这上面公式嘛，有没有？F2 下面变 F3， 那你就知道说哦，那我应该改哪一个？改这个2嘛。那改的方法一样，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，and 两个移到中间加一个 i， 然后 and 前后加空白。好，最后呢，最难的就这个了。这个公式有没有？我要把它放到哪里呢？放到这边这个双引号里面。但是哦，可能要注意几点哦。刚刚的公式比较简单，因为刚刚的公式里面没有双引号。对，那个记事本的第一步哦，记得把那个公式，你不能直接贴哦，你先贴记事本，然后把双引号一个取代成两个，再贴过来。OK， 好，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很麻烦一点，就是它的 F2 非常多，哇，真的很麻烦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哇，八个、九个、十个，不过也没差嘛，反正应该知道吧，反正就是 F2 的2改成 I 就对了。至于怎么改比较有效率，我改一次给各位看一下啦，反正复制嘛，然后取消。那因为呢，我要把那个就是双引号一个变两个，所以我习惯会用那个记事本。然后呢，把它编辑用取代。那取代的好处就是说一定不会错啊，只要按一下就好了，你不要没事多按几下按一下好取代。OK， 好记得一个就变两个，你再按一下就变两个变四个，那不对了 ，OK 然后把公式复制贴过去。不过啦，如果你复制贴之前你想说在这边直接改，对，也可以啦。你贴过去在那边改，那你倒不如就在这边改也 OK 啦。只是说这边字好像也被调比较大啊，看看，那其实一样哦。所以总共有这么多 F2。那怎么改比较快了当然，如果你没有你不熟，没关系，你慢慢改。但如果你熟的话，我的习惯是这样，反正就是先做一个，双引号两个嘛，移到中间 ，and 两个移到中间，然后这边加一个 i， 然后 and 这边空，那实际上就是把2有没有变成这样子，
所以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哎，就干脆把 F2 取代成 F 这个东西啊，也是 OK 啊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我试试看好了哈，只是说这个Ctrl-C，Ctrl-H 就是取代了哈，然后呢，我再把这个其实它可以选哦，然后复制贴到这边来，这样应该是可以哦。OK， 然后我是不建议你，如果你没把握了哦，你不要全部取代，我建议你一个，它会慢慢跳，取代一个看看，啊，这个有了，它跳到这边哦，取代一下，有吧？它这应该有成功了哦，然后下一个这个取代，啊，如果你确定 OK 没问题，全部取代，好，那应该 OK 了哈。那如果没问题哈，那很简单，就把这一串复制，然后再贴到那个 Visual Basic 里面的这个双引号哦，贴上，但是会很长了哈，试一下。好啊，如果移开哈，假如它不会出现红色字哦，那恭喜你，你应该就是对的。但是你移开呢，红色字哈，那表示应该有哪个地方做错。可能就是再检查看看哦。好，那最后的话，我们来乱看哦。啊，不过它可能会跑比较久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个一个慢慢清，有没有？它所以它就是一个一个慢慢帮你把它清掉了。好，清完了对哈。可是还是会慢一点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反正先求有，再求好。OK， 好，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，它一样就是再帮你把公式填上去，所以底下应该就是 OK 的啦，没有，应该也是没问题。Ctrl向下。这看起来应该 OK 的哈，好，所以这两段哈，原始码我看我一样把它贴到云端上，所以假如说你不太 OK 的话哈，那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个这边好了哦，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3页好了，哦 VBA 这里，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第13页了，我刚刚也把那个程式贴到那个第13页的地方，有就是两个 sub 程式 VBA 开头那里。所以我刚刚写完的程式哦，我又把它贴到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3页了。但其实步骤大概就固定了，记得开启那个 Visual Basic， 按右键插入那个模组哦，然后再产生两个 Sub 了。啊，这两个 Sub 其实主要的作用哦，就是可以帮我们怎么样，可以再清除掉那个年区跟这个。这个路街道，然后再把公式加回去了，大概是这样，试试看哦。